大家好，今天呢是2017年5月17号，我们要去巴厘岛，因为要帮我姐姐办婚礼，所以到那边的时候我在拍那边的风景给大家看，那就先这样子咯，机场见。班机 delay 半小时，真的是有够惨，夸张。检查行李，然后锁坏掉了，打不开。我们就困在海关里面了，很辛苦。哇！拍不起来，真的是很过分哎！这么漂亮的东西竟然拍不起来，好过分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cy。今天呢，真的很累了，然后是第一天到巴厘岛。重点是说，这间饭店很大很漂亮，但是晚上住起来真的有点可怕。我是跟我的家人一起住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可怕。然后浴室很漂亮，但是它是露天的浴室，就是说它巴厘岛晚上其实风还蛮凉的，然后水没有很热，然后直接吹进来其实还蛮冷的，但是真的还蛮有度假风的。然后今天真的是已经疲倦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行李通关的时候被拦下来检查，然后锁还坏掉了，整个无言，就是感觉是说他们想要跟我们要就是小钱，就是为了通关用的，但是我们听就是旅行社建议是说不要给，因为给了会养坏他们就是不好的习惯。然后对，就是头也是一直晕着，但是还是很努力的，就是这样一直撑一直撑一直撑。第二次来巴厘岛，但是我觉得印象好像还是没有改善多少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选饭店，但是服务态度都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说硬体设备不是很好。那我去睡了，对，明天比较有重头戏，再放给大家看。晚安。第二天吃早餐，对，很漂亮，天气很好。来的，老师傅接你。Good morning。吃饭都是想不起来，我是吃饭才会这样。看一下菜单，看不懂。Flamingo， Flamingo， 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还有燕子，就是今天呢要去鸟园，然后跟亲戚们一起，然后会跟在露营跟大家分享。哦，天气真的很热，然后可是真的很漂亮。Hello， 你想出来哦？你想出来哦？带小飞机。
好可怜啊。啊，回眸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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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真的回眸了。你说印尼话我听不懂。好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？你还好吗？你是眩晕吗？你跟我一样眩晕吗？啊，又折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姐姐的婚礼，然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流程，我要下去了。今天是第四天，然后刚在下大雨，本来想玩水的，但是如果等一下放晴了就可以下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第四天的下午，然后很累。等一下晚上要去逛街，再拍一点，街道的样子给大家看。这是厨房，很快的略过一下，因为我都没有来过。耶，闪人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然后呢，没有什么想不想回去的，但就是觉得还是能回家很开心。但是这片海真的太漂亮了。我的相机坏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手机拍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相机坏了，就是打不开，可能卡到脏东西吧，那就是会发出一个咯咯咯咯的声音，真的是吓死人。